好，那我们邀请今天与会所的嘉宾们可以先请坐坐。
姐的这个经历非常的丰富，听说你在台视有上过。我17岁就到台视五零歌唱训练班，双数这样子。太优秀了，在那个里面，然后再一路唱到现在。那当然，我们从那个时候呢当表演人，但是后来呢，我就成为了一个歌唱的教育家。在某林老人会还有四零的老人会，那个长青天地歌唱班，然后是有一些长辈唱歌这样子。哦，在帮我们成立，经常就是好会做一些公益的演唱这样子。太棒了，所以呢，以前就是以前也有参加过歌唱比赛，就是、哦，真的去参加，可是就是很少表演，因为我都会忘记啊。
长请上台致辞，掌声欢迎副县长。谢谢谢谢我们的主持人啊，那这场的话有远道而来我们的王昌义，还有我们谢理事长带领的团队，那来自号那老杠那家也会比喻，那我们这边的话是我们北港新昌乡村我们陈夫人理事长，有的各位好朋友好，还有我们最关心乡村那位领者议员我们的昌义真昌义，那还有那这一次主办单位我们建设处我们代表
所以我们会去朝天宫哦，北正西宫哦，会布置会点用，都是每年一度啊，都是一定要去朝圣。那你目前来讲的话，可以把他每年的观光客，或者是说他的香客跟游客，基本上的话，我们希望是香客都变游客，所以呢，一年的话至少有700万。那当然，整个北港也因为信佑的关系，所以它很多的艺术文化，它都是围绕着宗教而产生。包括我们才刚入幕的啊，二月我们的这个灯节，今年的灯节不得了，得到了这个 IAMUS 的金奖。我们都知道今年的灯会，三都有哈。海气的话，他们是拿到银奖，他们是我们花了不到400万哈，我们是拿到了金奖。那么最重要的话，是因为我们有这个核心的价值，你的每杠包括我们几个灯区都非常的有特色。所以呢，不管是说在北港有灯的灯会，这都是元宵看妈祖，这个是很多国人甚至是外国友人来到台湾，就像一定要去天后宫去参拜赶快。那当然有这个宗教人就因而聚集在一起，所以我们的小吃跟我们的鹿港的话，大概都不分上下，所以都有特色。你说我是一定要听起来健康费，我是一定要听起来。当然那边多非常好，要吃得很好。包括我们那边这个餐刀，这个那么一年起来哇，那个真的，但是我来提到，我刚刚也来提起来，我是怎么有？因为身为家庭主妇哈，怎么有就会有。所以我想透过这样子一个工厂的。这个群草在这个好声音，我们可以来到两个地方做一个深度的旅游。我想这个的话是我们在地人啊，或者是说国人，现在疫情时代，这个是一个非常棒的一个就地就地的一个活动。那我们很期待透过这样子的一个合作，两党合作，双线来联手。我们最大的受益者是谁？就是我们的单位头啊，所有的乡亲啊，站在我们的乡亲哈，也要拜托我们所有的媒体先进，他们把这么好的一个活动推广宣出去，很好，让我们来在地的深度旅游，然后他们也把我们的这个好歌声哈分享给大家。那我们再一次谢谢我们中华县，还有我们谢理事长带领我们所有的好伙伴，那里陈理事长带领我们好伙伴。我们刚刚报告哈，你像那个创意无限，活动力特强，在数年前，应该20年前了。我感觉了 OK， 我们的情形啊，我感觉了变了 OK， 你哪边？那现在跟我们双掌联手哈，所以我们大家一起来，让大家哈，都会让接触你来深度旅游，然后尝美食，又把特色伴手礼带回家，好不好？祝福大家，感谢大家，谢谢。所以它其实有非常多的古迹，像我们的
锦上节一口酥啊，还有还有非常多的美食啊，都欢迎各位来你这边帮我们指导，帮我们品尝。那刚刚我们陆县长有介绍啊，这是和会有这我们彰化县跟云林县的一个跨域的合作啊。那其实我从小是合唱班的，可是从事公职啊，就很少有机会唱歌，你知道吗？那今天因为哦，我突然间的就想起我们邓丽君有一首歌叫《小城故事》，好，小城。
代表大家的问候。那我们先要掌声邀请那我们的这个理事长，那我们再次欢迎理事长，谢谢蒋理事长，感谢您。黄昌明哈，咱副县长哈，一点，咱这个跟昌明哈，包括咱这些贵宾哈，这样的情况下，你来参加我们底下一个新闻记者哈，六甲到八甲哈，第一甲到外头的哈，那么其实两边哈，上大的是两边的民族风情。包括营养的宗教设计，八卦的宗教设计，包括营养的脸上和八卦的脸上，以及专门技术用品都差不多。那么今天两边有那些东西来搭起来，比如说利用唱歌乐死的心情活跃的，所以在后疫情时代，跟疫情有关的，因为这第三个方面哦，其实伫疫情这段时间，其实咱拢是需要花钱，啊，搁经营的。这段时间真正，商业模式几乎是停摆了。所以咱今慢慢借机啊，在后疫情时期，所以疫情啊，然后到了尾声，咱就给它推动了哈。那讲，借疫情回来，咱有啥法度？在这段时间里面受的那个闷气哈。盖好这样哈，谢谢。所以人人结合的哈，老百姓做出名的可以搞嘛哈，是这样的哈。啊，八杠是摸鱼在头上嘛哈，啊，你进来搞黑搞来炒嘛，啊，你唔是搞做那么水牌子啊啦哈。所以说这样嘛，那感谢大家哈。哎呀，老早你有听那个黄山那个那旧社的故事那个名人啊，哎，出版的那作品啊，谢谢。谢谢啊，还有我们的啊，陈理事长，还有我们的议员啊，我们的专员还有参议，还有我们的彰化的啊参议，还有各位现场的嘉宾、记者先生、小姐们，大家好。这一次很高兴能够来参加，能够来双岛的那个记者会啊，因为其实我们当初设计的是想说。我们这里是长的黑膏来摸一来擦擦，本来是要用喷嫩的，不过喷嫩的这个在疫情时代真的场所不好找，这大红袍大概很欢乐，好，然后竹虽然来自全城，不过又怎么去创意的料理，所以我们上了蛮有的心，脑筋就是说怎么样让大家结合，把游客带到我们的两边的文化。真的两边的文化是一气势，因为前面有朝天宫，我后面我们的旁边就是天后宫，大家拜妈祖，所以呢，鹿港其实蛮重要，最基本就有三间。我们这一次选的是在另外一个，也是老庙，我们是在新竹宫。新竹宫以前拜的那个地方，就是不是一般老百姓所能够走的。他是官员才能够失去的那个方面，不过他现在已经大家都能够办了。所以我们张界的我们的新竹宫，我们会在那里办书展啊，那个在那里拜拜，又可以觉得你的心情会很舒畅。真的，唱歌能够让大家把不舒服的疫情时代这两年我们大家真的是大家商圈，不管是哪一个各行各业都是。经营很辛苦，我们就是说希望能够这一次让大家把心里想吐的那一口气，利用歌唱的那个感觉来把它呼唤出来，让你身心愉快。谢谢，谢谢大家，欢迎到鹿港，欢迎全国各地的好朋友，大家一起来报名双岗的文化歌唱大赛。谢谢。
常谢谢主持人、邱县长，还有我们大厦县代表王县长，还有政策处的官员，以及代表我们政府的张昌义，以及各位嘉宾、各位朋友们，大家午安，大家好。我刚听到我们这个三亿的这个歌声啊，确实我们应该要把它报名了。我这时间呢，我们决定在会场来唱歌给我们大家听啊。最近这个疫情确实让我们的店家大家很辛苦哦，各行各业只要是要这个跟对外交流或者是在做这个商场活动的这些店家，特别小店家确实很辛苦。那今天有这个活动，能够让我们这个两地入港跟我们这个北港的商圈啊能够更活络，我们非常的练习一下。那刚刚大家也都非常肯定这个唱歌给大家带来的正向的这个意义啊，比如说提到入港除了刚刚提到之外，我想大家入港歌是加上两个字啊，小镇，都大量入港的小镇。那这个歌呢，把入港的这个特色跟入港的知名度那打得更响。那当然北港的这个商圈大家最能够有印象的就是北港的草甸宫关渡庙，每一年的这个宗教盛会都进游行或者是到这个北港来进香参拜的这个香客络绎不绝。那确实两地的这个文化意义都非常非常的深厚。那加上北港最近刚举办过灯节，那我们还有非常多的这个工艺师在地的工艺师登陆，所以要品尝在地的美食来做这个两地的这个这个信仰的朝拜去认识我们的这个在地的文化，认识我们的在地的艺人名人这个都是最好的机会。那也希望借着唱歌啊，让大家把这个郁闷的展览的这个心情啊，把它给释放出去啊，来北港唱入港小镇，好不好？好，好，最后祝福大家能够身体健康。事业都能够蓬勃发展，谢谢大家，谢谢。
5000元，那优胜的话呢，我们一样会让你领到
双港伴手礼一份，但是呢，我们是先进入决赛的朋友。那么以上呢，就是我们这一次的比赛办法的说明。再来呢，看到这个礼物，大家心痒痒的哈，所以呢，我们到底要告诉大家，我伴手礼内容是什么呢？我们首先要邀请到的是鹿港庙口张先，欢迎我们的谢理事长，来跟大家盖小姐的口罩，熊哥加油呀！爱上我的爱人呀，李小明，掌声欢迎我们的谢理事长。好，谢谢啊！来自我们鹿港的张明呢，我们当然，我们希望能够让大家带来到丰富。我们刚刚有现场的那个在演讲的，我们蜜蝶一定会有哦。蜜蝶，不管现在夏天可以吃热的，吃冰的啊、哦。还有呢，其中呢，有我们像我们今天的阿公香肠，阿公香肠，你只要到老街去，怕煮啊来。我们在印尼印象，你看怕猪啊来呀、啊，大概都每次我发觉都堵在那一段，看你家的哈，它因为有大肠包小肠，有现烤的香肠，哦，那个烤起来跟炸起来那种味道是不一样的，哦，还有本身呢，我们保人老病呢会有益生菜的东西，哦，有东方面茶，还有只要我们上，因为我们上就有100多家，有100多家，我们那把结合到鹿港的特色。基本上没有牛舌饼啊，啊、哦，牛蝶啊，还有莲花生产油酥啊，只要想得到鹿港的伴手礼的东西，我们会把它结合在里面，好、哦、让大家会很高兴，把这一份礼品带回家，谢谢。谢谢，谢谢我们的郑秋雨市场分享的介绍，这等不到蔬菜，明天放假都先去鹿港玩，然后一路玩回没搞这样子哦。
先到鹿港跟北港玩，先把东西买起来了。好，接下来是我们今天这个宣传的大合照，我们邀请所有的嘉宾，我们先移动到我们的舞台前，以及我们乡村的伙伴，还有然后让全台湾的好朋友都一起来我们的鹿港、北港一起讲套好、生套好。好，然后呢，还可以唱出好歌声来告诉大家，我们香港古镇的风华真的是相当的精彩，不简单哦。好，我们的手拿牌把它拿出来哦，大家用几支麦克风，每个人都拿了一支麦克风。好，那我们这些朋友我们要怎么样才能会比较好拍？
在后疫情年代哈，我们今天非常开心来让我们的六港啊、八港双港联手哈啊，现实合作啊，透过歌唱来希望啊大家这几年不舒服不愉快，我们都可以透过歌声把它疏开。那最重要的话呢，要加南收五好全国的好朋友，我们大家一起来深度的旅游，来发现，来认识我们的六港，有咱的八港。我想这都是非常重要的宗教的圣地，也当好咱欢喜，也当好咱安定的力量。最重要的话，好玩好吃，美食多得不得了啊！最重要，伴手礼，请大家一定可以满。满载而归，再次邀请大家一定要来哦，谢谢。这样再来一下。我在今天记者会哦，我在5月14号出差在鹿港，那鹿港也一样，我们会把北港的那个特色的产品带到鹿港去。我希望是说两边能够结合啊。观光，因为现在的观光人潮，它不只是跑山一点，它跑了好几个点，所以我们需要说两边结合，利用这次的交流，能够把两边的观光客互相交流一下。你也要不要讲？双港的文化呢，歌唱，我就希望大家能够在巷弄间呢，你可以去找到你喜欢的东西，把你的歌声也在这一边能够把它抒发出来，欢迎大家一起来唱歌。我今天非常荣幸哈，代表彰化县长王惠美县长来参加今天这个盛会哈，也代表县长邀请所有的贵宾来鹿港一游，我们鹿港一游也可以让大家收获满满，到处都是惊喜。谢谢大家。好 ，OK， 好，这个唱歌的高手，歌唱高手在民间，我们欢迎全国各地的好朋友们啊，共同来参与双港的歌唱比赛啊，到鹿港、北港来。我们的美食高手也在民间，来这边唱歌啊，也来这边游玩，欢迎大家到鹿港，到我们的北港一起来畅游、唱歌、欢唱。
谢谢，谢谢我们的。